你说，到底是遗忘的人痛苦，还是被遗忘的人痛苦？你这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哎，因为虽然现在豪姐病得很痛苦，可是如果她有一天真的失去记忆的话，她就可以脱离这些纷纷扰扰了。可是我们这些在乎他的人，却要承受着他会忘记我们的痛苦。如果是我怎么办？如果是我忘了你怎么办？你不行，你怎么可以忘记我？我说如果嘛，就算是如果也不行。我会很努力的，我会很努力让你记住我，我会让你一辈子都会记住我的。我要哪种方法？每天让我看到你的样子，还是每天让我听到你的声音，还是一直给我你的笑容，还是？我需要答案，需要你的温暖。是我放不下，忘不掉，想不开，才用逃避面对。可是看不见，听不见，想不到，还是被寂寞包围。我好悲，诚实面对。早就爱上了你，越想要否定，越折磨自己，无法自拔，陷下去。你微笑眼睛异常美丽，现在我回到爱你，不再欺骗我自己，说爱。你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啊，为什么脸都红红的？我们在聊天。啊，到底是在聊天还是在运动啊？我跟巧克力在聊天。然后他说他想要做伏地挺身，就叫我帮他算他做了几下。是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警告你们两个人了哈，啊，要上车呢是一定要买票的哈，啊，不要以为哦，我们开计程车的家庭哈就可以先享受后付款呢啊。爸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们应该很清楚啦。我也曾经谈过恋爱了，想当年呢，我跟你妈妈哦，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我不想要知道你跟妈发生过什么事情哦。我跟巧克力很乖的。对啊，红爸，你放心，我会负责的。